马羽总今天举办2023年会长杯羽毛球赛，作为苏迪曼杯世界羽球混合团体赛的模拟赛，对阵双方是老虎队对垒老鹰队。而在今天的焦点战呢，是第二场男单赛事，大马一哥李子嘉和国羽一哥黄志勇展开对决，最终世界排名第八的李子嘉技高一筹，以21-8、18-21、21-12击败世界排名第25的黄志勇。值得一提的是，李子嘉和黄志勇两人迄今为止从未有过任何正式交手记录，因此大马球迷今天有机会在现场看到两人交锋，可以说是一饱眼福。